猜度就是眼影，我平时都是这个做打底的部分，就这样晕，这个白色还有这个粉色来做卧蚕，上面我就喜欢用这个，然后涂在眼皮这个交界处，这个颜色做眼尾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下眼睑一点点。好了，好，现在就可以画那个眼线了。哎呀，戳眼睛了，啊，好痛！然后就加一个睫毛，睫毛已经加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现在就涂睫毛膏，先把它定型。现在睫毛拿出来，然后擦一下。好了，睫毛膏也涂好了。然后最后就是眉毛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我的眉毛就画好了，因为我是有高低眉，我教你们怎么就是那个预防，不是预防，就是有高低眉要怎么拍照，就是只拍侧脸。哦，对，眉毛定型，眉毛定型也给它定一下型。好了。